唉，好撚彩我係有做到 backup 嘅啫。点解咩事？因为头先咧，我放呢一条片上去嘅时候咧，我系冇turn 翻开呢一个声嘅，所以头先咧播片嗰段咧系冇声嘅，唔使惊。好彩我系有 save 低呢一个Audacity 嘅，所以咧你听到嘅时候咧，之前嗰一节咧，其实你已经听咗噶啦。好彩我哋今日唔系 live 啫，唔紧要嘅。咁啊。讲完上一次我哋交代咗一啲即系我哋对呢套戏嘅睇法啊嘛，第二节啊 ，Shelby 啊 ，Leo 啊，有啲咩感想啊？即系对于 Joker 系啊 ，OK， 你讲啊先啊 ，Leo 个演员真系好得啊，一笑啊已经即刻打眼震，同埋真系完全捉摸唔到佢下一步想点。嗯嗯，好犀利，真系好犀利。嗱，我知道 Ivan 有佢嘅睇法啦，咁其实都唔远噶啦。我嘅感觉就系。这个根本就不是 Joker， 嗯，这个根本不是 Joker， 即是你可以你、啊、或者由个开头来先啦，这个戏的戏名呢就这样叫 Joker， 对 Joker， 不是就这样 Joker， 就这样 Joker， 是啊，而本身我们认识的叫做 The Joker，这个其中一样东西，而是入面头先呢你啊，好，我哋啊各位都讨论过一样东西，就是说他在个设定上面的混沌啊。就已經俾人個感覺就係話，喂，邊樣係真，邊樣係假咁嘅情況，而係到最尾嗰一幕嗰下咧，你先知道呢、這個，因為佢原來這個呢個咧，唔係一個第三身去第三身去陳述翻個故事出嚟嘅，原來佢係以一個人以最尾嗰幕嗰、那個 Joker 嘅第一身講翻佢講翻嗰件事出嚟，咁。你唯一一樣嘢話佢係可以同Joker， 即係我哋識認識嘅小丑咧有相同之處嘅話咧，就係佢所講出嚟嘅嘢咧就係高登名句啦，就係信你一成雙目失明，因為佢啲嘢係好似佢永遠都係似是而非嘅，永遠都係佢會講一啲嘢係聽落去係好係可以好天马行空，但是他又有一定的事实的 reference， 令到整件事呢是可以 anchor 了他在这里的，令到你听的整件事是。那去到呢其实你看到最尾那一幕，我会拿回最尾那一幕 是一个 key point 来讲。你看到那个 Joker 的样子就不是太多的或者呢個 我比如咧叫做 Arthur Fleck 啦，因為呢個 Arthur Fleck 個樣其實就係我哋喺故事入邊所見到嗰個版本嚟嘅，而但係咧同場同佢傾偈嗰個應該係心理醫生啦，我估係咁，其實即係同嗰個社工係同一個角色嚟嘅，但係你見到其實佢明顯嗰個年紀咧係化咗個妝啦，係個造型啦係老咗啲啦，二來就係話佢嗰個。設定啊，你睇下佢佢哋嗰個白色空間裏邊咧，佢嗰度嗰啲道具啊，就係現代翻嘅。咁你見到係成件事又話呢條友根本就帶咗我哋遊咗兩個鐘頭花園，而係期間嘅話咧，到而家為止啦，Joker 是冇名的，即如果我哋之前都有做過 Joker 嘅節目啦，喺APK 度嚇，我哋有講啦。咁我諗開頭我諗點解咁多呢啲咁嘅嘢嗱，先講一個點解咁大個嗰個花園點解會咁大啦？本身呢套戲嗰個導演啊，Todd Phillips 我唔知道，其實你哋應該都有睇過佢啲戲嘅，就係嗰啲但係完全唔同品種嚟嘅。他拍什么呢四仔旅行团road trip， 还有这个 hangover 系列，即是这个最爆伴郎团。哇那套啊。是啊。真的差好远。是差好远的，所以其实大家就很 surprise 他基本上。但他就其实呢他用了一套他成日用开的板斧来的，就是怎样呢
佢係好喜歡你其實你睇翻咧呢個 Hangover 或者 Road Trip 咧嗰啲咧咁樣，即係四者旅行團咧咁樣。大家有冇試過咧臨出門口嗰陣時候咧喺度狂揾鎖，即係突然間，咦？我未拎鎖匙喎嗰日嚟。咁你話，咦？我條鎖匙喺邊咧？我條鎖匙喺邊咧？我條鎖匙喺邊咧？跟住撲街啦，跟住開始，咦？即係伸隻手落去個褲袋嗰陣時話，咦？原來袋咗自己。即是他是令你去即其实他整件事永远都是他戏即他电影永远他要你花一个很长的时间和一些 很大即整件事很大能量的东西。但其实呢整件事最后呢其实是比你想象中近的。这个就是他其中一个我看到的东西。二来就是呢Arthur Fleck 这个名字呢其实我觉得是有心玩的东西的。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為 Arthur Fleck Arthur 呢個名咧，其實我哋英文咧叫點啊簡稱我哋叫簡稱咧叫 Art 啊嘛，叫做咁咧即係如果全名就 Art Fleck。Art Fleck。咁我話咩事？因為其實 F L E C K Fleck 呢個姓咧有啲怪嘅。咁我媽話 A Fleck Art Fleck。哇扑你个街啊 ！American Flag 唔系呢条友有套戏咧，就叫做 I Am Still There， I'm Still Here。佢嗰阵时早排拍嘅，好早几年拍噶啦咁样。咁呢套戏个导演系边个咧？个导演咧就叫 Casey Affleck， 佢就系阿 Ben Affleck 嘅细路。咁再讲多少少咧，就系、是、咧 Casey Affleck 咧，其实就系Joaquin Phoenix 咧个妹夫嚟嘅。有一段时间咁复杂吓，系啊，即系佢哋两个情嚟嘅。佢哋两个其实就系好老友嘅，即系拍过，拍过，因为又帮佢拍电影啊，成啊嗰啲咁样啦。咁后屘咁当然离咗婚啦，咁样咁系讲紧都相隔咗几年嘅事。咁亦都系佢喺传媒嗰度讲过啦。其实佢已经好耐冇见过 Casey Affleck 啦。咁即是说可能段友亦都随着离婚那样东西就没了。沒了你跟着在17年开始拍这套戏的时候将个角色叫做 Art Flat， 那你就摆到不明白你是低他的啦。即是这些小彩蛋是令到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根本上就是以 Joker 为名的一个法式的 project 来的。对于个主角同埋嗰个导演都系，如果系真嘅话，真系几少交啊！咁我觉得佢咁系都唔出奇啊！呢样嘢就系、是，即系我谂或者可能你话佢成一次个艺鸠晒佢两兄弟都得添咁样嘅人咯啊！咁呢个系我睇完因为我一刷嘅啫，我冇二刷嘅呢套戏，咁我系即系反反复复咁知道，我亦都系因为系有好多。其他場合去講呢樣嘢咯嚇，咁呢個係我首發現到嘅嘢嚟咯嚇，同埋有一樣嘢我好強調，我諗係除咗另外一個場合啦，同埋呢度咧 A 批咧，我想以正視聽嘅呢套嘢完全唔撚關 Killing Joke 事，知唔知？因為出邊好多啲 KOL 啊，甚至乎外國啊，甚至乎外國 YouTube channel 咧。都是说以 Killing Joke 为蓝本，但是不关事的。其实呢，即如果关即是讲关于 Killing Joke 的问题，那 Killing Joke 我想顶笼，因为我看一些资料呢，他就说都拿了一点作为一些参考的，但是要留意的是，其实大部分的内容都不关事咯，即几乎是没有内容是跟 Killing Joke 有关系的。如果即是关于 Killing Joke 的故事呢，用最简单的方法呢，他就是说Joker 他本身作为一个化工厂的一个工人是咯，即是他在那里翻工的人咁又是啲二打六啊，成等等有啲电流。可能是條線的問題，我不想播出來都是這樣，拔了再插，好了，放了 TG， OK， 可以繼續 OK。那呢，Killing Joke 呢，簡單一點來說就是依然是講
唯一相似的地方就是帮 Joker 设定了一个他所谓成魔之路的故事啫。但是其他大部分都不一样的，譬如为什么他头发会绿色，块面会白色，呢啲系 Killing Joke 讲晒嘅，完全有原因嘅。咁当然咧，你话呢度都有原因，因为就系佢个化妆咯，冇话唔得嘅。咁其他嘅内容已经系唔相关噶啦，系即系几乎系99%，即系除咗头先嗰一点，就系讲话佢哋本身都有一个源头，系由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邪恶嘅坏人。呢一点之外咧，所有嘢都唔同噶啦。是啊，是完全两回事。即是说极其量的话呢，是一本在2000年的作品，三期就叫 It's Joker Time 一来的。就讲即其实他那套东西就基本上讲 Joker 被人捉了去那些真人 talk show 那里就去当他做实验。当佢做实验咁嗰只嚟咁样，即系反而嗰个似啲系嘛？似，因为佢个 talk show 啊，佢个 talk show 咪似啊，嗰个感觉咧咪似翻佢最尾上去做嘉宾嗰段咯。咁呢个系似，都系似似地极其量嘅呢个一嚟系，即系你话系有啲杂啊，点啊？有啲 storyboard 系有啲似，即系似似地，但系又完全似唔晒。所以其实呢个古仔系即系。呢、这個我諗係 Todd Phillips 可能都攞過呢本嘢咧嚟做少少嘅參考咯，係。我見啲資料其實佢反而譬如用Taxi Driver 啊、慢牛啊，即係嗰幾套經典嘅電影咧，係會多。King of Comedy，King of Comedy 啊 ，King of Comedy 都係其中，即係你呢幾套非漫画类的经典电影我哋做蓝本咯，系啊，有啲采或者灵感来源啦，唔好话蓝本啦，蓝本就好似即系你用佢嚟做参考，参考咗好大。佢系一啲致敬位，叫做致敬位啦，因为相传就话嗰阵时马田斯古西斯都有系有份监制嘅，但系就好快已经离开咗个 project 噶啦嗰日。因为佢要拍另外一套戏啊 ，Irishman 啊嘛，系啊系啊，所以佢就即系走咗去，即系冇再参与喺呢个 project 里面。佢电影有一幕都好似播紧卓别林电影。是是他是卓别林都即是我想有些人都说他有参考卓别林的小电影少少的东西。都不出奇啊，我觉得这个都是。所以譬如好像刚才 Sheryl Bay 说这一套是一套我又觉得这样，他不是跟即是他不像我们看的其他漫画改编作品有一个原本的 base 来改。而是因为 Joker 本身就有很多个起源。其实他都冇所谓话边一个起源先系真，或者 Heath Ledger 咁样咯，或者调翻转，我唔记得咗系咪 Killing Joke 嘅最后一幕系咁样讲嘅，就系话其实我系边一个所有，即系因为佢已经有好多个故仔，好多个背景啊嘛，呢个都可能系 Joker 讲俾打个比喻啊，当喺一个再大啲嘅环境，佢就系同个 Batman 讲紧其中一个故仔，你信唔信呢个就系我嘅背景啊？咁呢个就系佢其中一个。玩笑咯，系啊，佢嘅其中一个 joke 咯，你可以唔信噶，但系佢就话俾你听，好似头先咁讲，我兜咗一个大嘅花园，其实我 anyway 我都系玩鸠你嘅啫，系啊，即系可以系一个咁样嘅起源咯。所以有人话佢系一套借咗 Joker 之名嘅社会电影，亦都黐线，唔系咁，佢都系讲紧社会上面黐线嘅价奸嚟咯。anyway， 咁即係有人咁讲啦，咁你有人话啊呢套係 DC 嘅漫改，有人话佢改到根本就唔係一套改編，咁可以一个简单嘅睇法就係、是、其实佢就係 Joker 讲緊其中一个 Joker 囉。佢话係用咗 Joker 个名嘅原创电影。係甚至乎係导演 Todd Phillips 啦，即係讲一讲佢就话即係点解佢突然间会转型啦，就係呢佢承认就话呢佢係拍到发晦气，即是说接下来会再拍笑片，不是说他不喜欢拍，而是怎样呢，就是在北美那边是现在有一个所谓叫做清醒文化 work culture 这样的东西。那怎样呢，就变了呢，你讲什么笑都好呢，都你都怕会得罪人。即是可能就说咦你件即是你件衣服这么 MK， 你是歧视 MK， 或者是说你不喝得奶的，哦你歧视牛那些这样的，即是这些一些去到很端嘅一啲嘅所謂政治正確咁啊，咁佢話：屌你老味咁樣拍落去，咁佢點撚想拍啫？嗰日嚟，咁佢又話：不如咁啦，咁我就不如拍一套戲係就係、是、我就攞，橫掂都係興噶啦，美漫電影
咁我用我自己嘅方法擰到佢黐曬線成件事咧，但係其實成件事佢應該係拍緊笑片嘅。佢只不過係個笑片嗰個笑位咧，唔係你攞，即係佢唔係我嚟，即係話佢成件事玩咧就話嗰個笑片嗰個主題、那個主題啊，唔係喺個戲入邊啊。個笑片嗰個 focus 嗰個要點就係觀眾你自己，我玩夠你兩個鐘頭啊嘛。呢个就是他想做的事嚟嘅，好鬼扑街啊！仲有人会唔会啊？我又觉得未去到。即系我哋英文有个嘢啊嘛，the jokes on you 啊嘛，嗯啊，即系我就 jokes on you 啊嘛。咁你话我拍出啊套到笑片，唔系票套，即系我拍再拍笑片嘅话，你又话笑啊笑屁啊大烂竹啊成嗰啲咁样，咁算啦，我就直接笑够你啦 ，OK， 唔好讲咁捻多嘢啦 ，OK。呢度咧，呢度觉得套戏睇完之后有啲咩？感想啊，除咗演员是真的劲嘅，即系你谂下，其实咧套戏咧，其他啲角色咧，搵我哋去做咧，都唔会整到套戏好嗨嘅，系啊，即系我哋扮附近小丑戴面具嗰啲咧，系都唔会整到套戏，因为佢真系一个人就带晒套戏嘅，系，所以个成本可以咁平，我做侏儒咯，难啲喎咁又，我觉得最尾一幕佢夹硬攞，喂 ，Bruce Wayne 个老豆老母俾人怼冧，我幕夹硬加落去，我觉得有少少核，即系有啲瑕疵啊。系有啲瑕疵，呢幕 cut 咗去都 OK。嗱，呢个就系咧嗰个位置，我好斩钉截铁话，呢条卵样唔系 Joker 嚟嘅，即系呢个人你讲紧系佢见到 Bruce Wayne 嗰阵时候，你都大声讲啦，个年纪上面已经一个好大嘅差别嚟。而喺嗰个位系佢系冇可能讲到呢件事出嚟噶嘛。因为佢系成件事，佢系以一个自述版噶嘛，系第一身讲噶嘛。佢就企撚住，佢就嗰陣時俾人啦，好似夠細只，圍住佢，捧佢上架咁嘅的士個車頂嗰度，佢仲要懶咁樣，哎呀，我個口有血啊，畫畫先，跟住話 I am God 咁樣走出嚟，喂，你有第色，你有第三隻屎眼睇人嚟死咩？冇玩嘢嚟噶，唔係啲人就係話加咗落去，跟住好似夾硬扣連 DC 蝙蝠俠咯，真係，有少少畫蛇添足咯。嗯可以 cut 咗佢。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老实讲，其实佢已经将即系 Arthur 同特登话佢老母傻嘅，即系幻想同阿成哥系即系有关系。口角呢度已经拉咗，都 OK 有嗰啲都 OK 嗰个关系，咁所以就唔使特登。同埋佢之前有一幕都对住 Bruce Wayne 喺度揽石石氹佢开心啊，嗰幕都 OK 拍得几好。系啊，所以即系我觉得呢。点讲？我唔系话Bruce Wayne 老豆老母死嗰幕拍得好差，嗰幕真系我跟翻漫画断咗条链嘅，系拍得好嘅，但系原著原但冇乜必要嗰幕。个镜系直情跟翻漫画嗰、那个angle 位啦。系咪有啲同佢讲你必须要做翻一幕？又系要断链断一次咁样，即系你逐粒逐粒跌落地下咁样。咁样先。唔系最后嗰幕啊，最后嗰幕咧系啊，因为系通常又咧影唔会影住佢佢相親瞓喺度，中間阿 Bruce Wayne 跪喺度啊！因為呢個係一個好同埋一個係即係俯瞰，冇錯啦，冇錯啦，就係、是、咁樣啦。呢、這個係我記得印象中係冇拍過嘅，係嚇除咗主角之外咧，同埋有一幕佢咪無啦啦個佢咪殺咗佢個同事但放咗豬魚走嘅，都唔合理啊！因為個豬魚保存嘅嘛，點解唔懟冧埋？哦，唔係，我覺得合理喎，合理，因為佢哋都係受害者嘛。我你哋咁睇，係即係我會咁睇咧，因為其實咧呢套戲頭先阿 Nicky 有問我，即係咪覺得即係點解我唔中意，因為洗白又唔完全係嘅，但係佢呢啲位確實係為咗阿 Joker 去洗白緊佢嘅。佢唔係冇同理心嘅人。佢唔系纯粹即系 born to be evil 嘅，佢唔系杀人，佢系啦，佢唔系杀人狂嚟嘅，佢都系俾人恰嘅人，所以佢会放过一啲同样喺社会上面俾人恰嘅人、你见到佢冇伤害过啲冇伤害人嘅人噶，但佢有冇杀到嗰个女人咧？我觉得边个女人啊？哦，即系隔篱嗰个幻想的情人，唔系啲人话有嘅，可能有。佢翻去佢自己个 apartment 嘅时候，出面系有救护车嚟到佢个 apartment 嗰度。啲人就系用呢个 point 话，可能佢杀咗个女人。冇声咩？系啊。吓你吓，而家又有喎。有啊。系啊。咁我唔会再讲嗰个计。唔使都录咗，应该录到嘅。系啊。OK。唔知道咧，即系我估佢咁。
我唔係好 sure 啦，即係究竟嗰個部分，即係點樣去理解佢有冇殺到，即係當佢有殺啦。因為佢其實我都覺得有，因為佢已經開始殺人，係殺佢啊嘛。同埋最尾一幕，即係電影最尾一幕，佢咪同個社工講嘢，跟住行到出嚟，地下有血嘅，有血腳印，啲人話可能連社工都懟冧埋。係啊，即係嗰一喂嗰一幕就可能就話真啊，俾翻少少誒疑點歸於被告，就話嗰個就話嗰一下就好足佢啦，因為佢話誒冇佢係喺我。經驗裏面 OK， 我真係大換，點解會用經驗嚟講？但係因為我好撚熟佢啊嘛，啊係話俾你聽就話，誒當佢誒對於一個覺得嗰個人嘅利用價值完咗之後咧，都其實佢自助揾條友聽佢一個 bullshit 嘅啫嘛，係咁完咗啦嗰個關係，我咪冧你咯。即呢個就會係好典型 Joker 嘅 MO 啊，佢嘅手法會係咁樣啊，係嗯啊。咁樣咯，誒係咯，繼續啊！佢嗰幕都有少少似 Dark Knight 佢白房同邊個誒警長喺度講嘢嗰幕有少少似，嗯，都係喺白房，都係同人講嘢，嗯，但又唔係又內容係唔同嘅，但有少少似咯，嗯 ，OK， 你講緊係最尾嗰幕啊嘛，係最尾嗰幕，啊唔係，其實最尾嗰幕其實一句嘢，我之後點解我篤爆啊一句嘢咧？其實佢啊，佢成件事唔係我哋睇嘅。第三身而是他是讲第一身自己讲出来他不是他在那里勾笑的嘛他在那里勾笑的嘛、嗯、那他是那样嘛他笑什么他说我想起一个笑话但是呢你是不明白的了那所以我就为什么说为什么是、好像是、导演呢是经这个人讲的话 是玩勾咪的人来的唔係佢根本可能講出嚟全部係假，全部係作嘅分鐘。我係咯，頭先我所列出嘅例子就係咁解咯，係嚇。咁啊，喺幾個即係近年嚟咧，唔好講到好遠啦，因為小丑都好多唔同嘅角色啦，係好多版本啦。你哋覺得最你自己最中意啦，即係會係邊一個版本咧？即係 actually 其實比而家左下角嗰個你揀冇咩好揀嘅。啊？唔、哦、係，因為鄭一力陀喺佢呢一套裏面，我覺得佢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就是、黑社會大佬咯，冇乜特色，即係佢亦都唔係好長戲，好多戲份。個妝都唔係好靚。佢演技係 OK， 但有少少劇情嘅膠化。佢直情係似喺咩啊？洛杉磯東岸嗰啲咁嘅 hip hop gangster 咧，但係又中意聽 K-pop 嗰只咯。即係話喂，你點啊？特色咯，啊、即系咩？你知道又话，喂，我系 Batman， 如果我系 Batman， 喂，我打柒你嘅，好似有少少唔知点嘅喎，臭躲嘅喎，系，话即系你做咩？话啲人话你做咩？你打佢做咩啊？你竟然废閪嚟啊！好啦，咁唔讲呢个啦，冇乜气氛，好老实。系，佢主要都唔系喺呢度，纯粹配个冇乜描写到佢啲乜嘢。佢主要都系衬 Harley Quinn， 系啦，衬翻 Harley Quinn 啫。系咯，但系佢本身系冇自己嘅主线噶嘛。但系佢嬲猪，听讲系嘛？我梗系嬲啦。演员有传话佢因为呢套 Todd Phillips 所拍嘅要开拍呢套嘢嗰阵时候咧，系曾经想施压话等呢套嘢开唔正嘅、啊，发脾气吓，大怒气。咁而家上咗，好似话佢唔会再做 Joker 噶啦。哇！你冇睇嗰啲 Twitter 咩？而家冇啊，冇乜睇。佢直情系有个 meme 咧，人哋做咗出嚟咧，系嗰啲佢开火啊？唔吓，佢有冇开火？佢有开火啦，好似有开火，反晒台咁滞噶啦。个 meme 系点样咧？个 meme 咧就系、是、诶，第日大家睇到噶啦，就话、是、诶，因为有机会睇到啦，就系、是、前咧有一个key 上去嘅 Jaredo 版嘅Joker 喺个小朋友身上，咁后边有三个咧就唔同版本嘅 Joker 咧就耻笑紧佢嘅，小即系都系小朋友啦。啊，咁唔知点，咁呢张相咧系自从套戏上咗画之后咧，即系我哋呢套嘅小丑上咗画之后咧，仲有咧同嗰个 Twitter 咧系不断地收到呢张相嘅，即系呢只系完全系网上欺凌嚟噶，好多人都唔中意佢噶。佢其实佢唔差嘅，佢啲戏唔差嘅，即系呢套做得唔好。佢个角色咯，小丑个角色，其实嗰个真系唔似小丑，除咗个妆，除咗个样，咪因为就系都系嗰句咯，冇俾空间佢，因为主线喺 Harley Quinn 同埋 Deathshot 嗰度啊嘛。佢都冇乜气氛俾佢，我印象中就系佢一个小丑样嘅黑社会大佬。
下一杯系佢真系纯粹黑死，系跟住佢嚟救 Harley Quinn 但又救唔到咁样，最后救到嘅，最后救到嘅，最后救到咁啊！就系即系套嘢唔佢唔吸引咯，即系佢俾唔到嗰种。嗰種令你要小心呢個人咯，影薄咯，好影薄嚇，即係佢係都話啦，即係都係翻嗰句啫。我因為慘完全唔係重點嚟，因為我初頭諗住佢係可能有個 Joker 要救 Harley Quinn 咁，諗住就可能成個任務有好多阻滯啊。但其實後屘又發覺又冇嘅，嚟到一撞機，砰一聲啊，跟住仲要話 Harley Quinn。找回去轉頭喺度嗌佢，同埋好薄弱咯。係啦，咁佢又其實又冇講佢又做啲咩壞事啊，冇講佢嗰個 scan 即係嗰個黑幫係有啲咩冇幫佢建構背景。係啊，完全冇，基本上完全冇咁滯，即係當你知道㗎啦。啊，係咯，即係好似最近有本作品咧係DC Black 嘅，就叫做 Harleen 啦。啊，咁就係、是、嗰、那個故仔其實就係、是、講，即係當然係講 Harley Quinn 嘅啦。但入面你打开呢，哇，嗰、那个 Joker 美型到呢，真係真係又係好似韩星咁样，即係成件事好，佢係將个角色又好你讲呢本係咪？係呀，唔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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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本。喔、哦、另外一本。即係有个面具嗰、那个。即有面具嗰、那个係、啊。我哋冇影到出嚟呀，咁啊。我哋都买咗㗎啦，遲啲可能喺下一集 AP 同大家 share、啊。我评价唔高嘅嗰本人，我自己本人。画靓囉。画 ,OK 囉。而家好兴啲真人电影上即刻出本差唔多内容嘅漫画嘛 ,title 一样。係呀係呀。你 cap 水㗎嘛。咁即係你讲緊 Leto 嗰个版本呢係真係纯粹人哋条仔囉。好撚灰。超撚灰呀呢个真係。好贱呀。啊、全部都有系冇你份，你唔系小丑，个个都啊令到郭咸成好灰，系得你冇份，咁样咯。咁你好中意嘅系，咪就系 Dark Knight 嗰个咧，就系人物。扭埋啲咧，扭埋啲，系啊，扭埋啲。O、okay, K， 就系 Dark Knight 嗰、那个就系 Heath Ledger， 即系我系觉得无论佢个演技啊，定系个妆个妆或者嗰个造型啊，系、這個、啊，都好系好接近心目中，即、就、系、是、我自己心目中嘅小丑，就系、是、一个癫嘅人咯。但系癫得嚟，佢唔系就系、是、你头先同我讲嘅样，佢本身就系一个反社会人格嘅。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悲惨身世，而是他本身就是因为这样才衬得起 Batman， 即是两个极端。而且我觉得他演员做得好的是你看不出他的年纪。我觉得他得意他当时的年纪，他的表演水准是超越了他的年纪应有的水准。他都攞晒奖啊，当然。是啊是啊是啊，但很可惜就是未上映之前就已经死了。即我想即当然他要啊，佢嘅演技要去表扬啦。但系就讲嗰个奥斯卡，其实我自己本人嚟讲就系好似点样啊？系俾佢啊，唔俾佢啲人系咯。我好怕人咧做殡仪之星噶啊！即系你硬系即系要哭埋呢啲丧嘅。唔系咁，但系即系嗰次嘅比又唔系咁样样噶嘛？你可以理解，可能有少少呢个成分嘅，即系始终呢啲大颁奖。其实荷里活点都是左交化的啦，即系点都是有少少，你不俾佢又好似讲唔过去个主流社会，点都是会有人反对嘅咩？啊！一阵间转头啊，即系怼多幅图俾大家。系啦，你就知道其实佢真系好惨啊 ！Jared Leto 有几坎坷啊！真系灰个灰烬啊！大佬，冇办法啊！角色问题啫，故事佢都冇乜俾佢发挥。戏入面好似 Amanda Waller 都冇重视过佢啦。唔系呢啲真系欺凌咯，屌你！即系确确实实嘅，系啊！佢即系有人，我唔知系改图定成，有人喺即系有人话咧 ，Jared Leto 咧系 cap 咗呢张图咧，自己再 tweet 翻出嚟咧，就话 stop sending me the shit 啊！唔好再寄啲垃圾俾我嘅，咁样咯。我觉得其实就唔系好关佢事嘅，因为嗰套嘅小丑真系冇戏噶嘛。即系你话俾佢听啊，屌！即系你可以话呢一套嘅Bruce Wayne 系废閪咯。
啊，即系呢个 Joker 嘅 Bruce Wayne 系废黑，咁佢真系冇戏咁啊！大佬，你冇理由怪佢。重点都唔系佢。喂，其实你讲得啱嘅。喂，大佬呢个版本 Bruce Wayne 嘅话，真系仲 set 紧个 Gotham 嗰个。系啊，喂，大佬佢做啲咩？即系佢俾人喺自己个门口度搣鸠自己块面，嗰啲真系可爱嘅 Jack 咁样样，你话冇啊？咁你唔通怪佢啊？唔会噶嘛？我演员嘅问题咧，Gotham 嗰个系有种点讲，好似细个已经王子咁样 feel， 好型。但呢个 Bruce Wayne 就好似普通靓仔，佢啲冇佢有皮鞋咯，系啊，普通有钱仔，即系佢皮鞋一个。佢冇俾过特别嘢描述，其实因为嗰个重点其实只不过系，即系嗰幕就系真系又系特登要为咗将阿 Bruce Wayne 同埋 Joker 有一个小嘅，即系喺呢个所导出嘅故事里边，即系你可以即系见到啊。即係著住白衫，即係嗰啲精神病院嗰啲衫咯，嗰啲樣。我話冇啊，我終於都鼓起勇氣咧，就走去佢屋企嗰度，咁啊見下我嗰、那個愛人啊，啊即係我個唔係話人，即係話嗰個同我同一個老豆嘅細佬嗰啲咁樣，跟住一撞到管家，跟住我仲要老豆咩嗰啲咁樣嗰啲咯。係啊，咁啊，所以其實呢套戲就我自己就覺得睇完就。即系沉郁嘅个人，系因为我谂最重要嘅系，因为我哋身处自己嘅环境系嗰戏里面嘅嗰种躁动同埋不安啊，咁所以系希望即系鼓励大嗱个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其实 Joker 系冇鼓动到大家要做啲嘢噶，佢做佢自己嘢啫嘛，不过啲人。你想想其实他是 imperial 那些Joker 做他自己的事，其实条街已经在做的事了。所以我觉得他会鼓动到你去做的事，我觉得其实有点古怪的。如果有这种想法。他有个行为鼓动到的人，就是他杀了一群金融佬，那些人很爽 想跟他这样说他是救世主杀金融佬。还有有一样不同，就是在 Dark Knight 里面的 Joker， 其实基本上社会上大部分人都觉得他是癫的。但是但是在这套的 Joker 是鼓励了其他人出来的，只是两个很不同的设定。不过没所谓的，就是我想我自己有些想法的，就是我或者我自己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不期望你拿了一个 brand 回来之后然后做自己的事。我不是这样想的，或者对于这样的想法的漫改我是会比低分一点的。但如果纯粹当一套戏咁睇噶，呢套戏好睇嘅，所以我就会咁样分法。我都系咁嘅结论嚟嘅，系啊，只不过系话你所讲系沉郁嘅，我唔知系咪我不嬲都你不嬲沉啦，唔系我不嬲都抽离唔到，我唔知系咪我真系抽离唔到角色咧，咁多年都系啦。我睇完出嚟，我真系个心喺度研究，扑你个臭家，呢条友根本上唔捻系嘅流料嚟，我就跟住头先我。第二節前面那段嘢，我就已經俾曬我所有的分析出嚟嘅啫。咁變咗又話，都係你話食一咯，好睇嘅呢條友係出格行銀海啦，嗰只嚟咯。即係咁嘅樣咯，即係或者係用翻嗰把聲 ，That's not the Joker。或者即系夹硬到最后就系帮佢兜嘅，就系呢个系 Joker 讲其中一个故仔，其中自己一个作出嚟嘅故仔。系系啊，咁唔怕佢都唔会翻去，唔会翻 DC 嘅方生啦，翻唔到啦。其实佢个结尾系留咗两手，睇下可唔可以做 crossover 嘅，因为佢唔系一个好。点啊个好清晰嘅一个情节嚟噶嘛？话啦，可以有最后嘅喘息嘅机会嘅，但系理论上就咁睇，应该就唔会系而家即系将会可能Batman 有关系嗰个 Joker 咯。Batman 回头即系我谂系 Batman， 如果我哋认知嘅 Batman 咧系会投鼠噶啦，因为你要揾得阿 Robert Pattinson 拍嗰套咁嘅 Batman 咧，我就已经。公开地屌咗几镬噶啦，系咁即系你揾即系点样讲咧？你老肥我冇嗰张，我冇带嗰张相出嚟顶你个肺，如果唔系，我话顶，即系话你行去啦，你做 Batman 嗰只嚟，同埋加上最新嗰、那个选角做 Catwoman 嗰个啊嘛，呢套嘢系个出事机会好高咯，系吓。但其实不是 Ben Affleck 已经出了事的了吗？啊 ？OK 的，唔系 OK， 某些程度是 Ben Affleck， 即之前都已经出了事的了，所以冇冇话将会出事啊，即只会在低空。唔系我讲呢个版本啊，呢套嘢拍得出嚟的话是期望不高咯。咁你会唔满意 Anne Hathaway 的 Catwoman？
Anne Hathaway 是我老婆嚟嘅，唔系零几年嗰套 Catwoman 啊嘛，系嗰套啊，唔系唔系零几年嗰套嗰个 Halle Berry， 讲紧系诶 Dark Knight Rises 入边嗰个 Anne Hathaway， 好睇，奥斯卡诶金像奖女配角系咪？我记得系啊，诶《Les Misérables》嘛，咁样咯。但系你中意佢系一回事，咁你觉得佢做得好嘅，即系入边用 Catwoman 都系 OK， 佢系。俾到嗰個啱啱好嘅感覺我咯，因為其實佢係，因為佢本身咁佢先天性條件佢係有啦。二來佢係俾到嗰一種話，我因為 Catwoman 係真係需要話佢要有一種嘅利用佢嘅美色啦，利用佢嘅身手啦去做呢樣嘢，而係呢套嘢係做到好多嘢嘅。佢打鬥都 OK， 打鬥 OK， 套衫又襯得起佢。啊，同埋你見到佢嗰一次佢開頭嗰度做交易嗰段咧。在那酒吧做交易那段呢，他是你看到这个人的心计是即是他的城府几深啊，还有几深，即是很多心计的，这些 是做到出来的。真的 OK 的。啊，即不是只是有条，有即是有条女是即是就像猫衫，就像猫衫。Nicole Kidman 是不是都好像做过？不是 Michelle Pfeiffer，Michelle Pfeiffer，我们 Nicole Kidman 那个不是 Kidman 来的。哦，嗰、那個係心理醫生嚟嘅 ，Batman Forever 心理醫生，即係冇蒙面嗰啲嘅。嚇，我本身對你嗰個 Kidman 好多意見，所以我唔講。OK， 嚇，咁啊，有冇咩補充啊？關於 Joker 啊，喂，有好多嘅其實 DC 呢樣嘢好叻啊，就係 DC 呢樣嘢好叻就係佢趁到戲出咗之後，雖然呢套戲有一套比較成本低嘅戲啦，亦都唔算係話為呢個 universe 係拉大咗嗰個空間，而係佢做咗好多套嘅佢跟手咧係即係推出咗一系列嘅 Joker 或者係 Joker 有關嘅作品啦。頭先係有呢個 Harley 啦，或者頭先你見到嗰相嗰個叫 Joker Harley Criminal Insanity 嘅呢兩本都係under Black Label 嘅作品啦。咁另外咧，好似 Jeff 啊，啦 ，Jeff Lemire 好似啊，同另外一個人咧，係會有一本嘅另外一個版本嘅 Joker 嘅。咁 DC Black 咧，亦都係重新出版過咧，由 Azzarello 所寫嘅都係叫 The Joker， 就好耐噶啦嗰本，因為其實嗰個造型係近翻係似翻 Heath Ledger 嗰個爛嘴嗰個版本嘅。另外一本就是 Under 这个 Year of the Villain 这个大 event 里面其中一本一期过 的漫画就是都是 Joker， 叫 The Joker、okay? 这本东西为什么这么特别呢，我都会提呢，因为这本东西就是由著名的经略大师，或者我叫他都是我都同事叫他做 I told you 柒傻大师，就是这个 John Carpenter 的。那为什么呢？John Carpenter 呢其实最出名就是这个月光光心慌慌系列的。那这个大家都知道 Michael Myers。那另外他有一套戏叫做二度空间叫 They Live。那 They Live 呢其实如果你看回这套戏的前瞻性呢是很即是 他所预示的东西，他所预示的东西是估不到我们现在是已经是发生的。尤其是他讲的东西他是讲消费主义或者一些大财阀是做一些独市，即是怎么说 Monopoly 的东西。这本东西不像其他 Joker 作品那么好是参半。他这本东西虽然是有些比较多少少字，佢比較老派少少嘅美漫嚟嘅，但係佢唔侵，同埋佢入邊嗰個 Joker 咧就真係似翻咧我80年代所認識嗰個 Joker， 即係嗰一種嘅跳掣啊，嗰一種嘅暴戾啊，係有曬喺度嘅呢本嘢，同埋佢入邊有好多致敬位嘅，大家可以慢慢揾嘅係。咁你見到呢、這個右手邊個就封面嚟㗎啦，係啦，咁一期過唔係太需要你投資太多嘢落去啦。咁當然你想知多啲 Joker 嘅嘢啊，你去各大香港美漫鋪啦，咁基本上兩間嘅 ，OK， 咁兩間啦，啊係啦，同一個鋪位隔離有兩間，係啦係啦，咁樣咯嚇，咁係。买漫画我啦，即系呢样啲吓，买书啦，系啊，买书买书，值得支持。唔系，同埋最大嘅问题就系，因为即系譬如好似之前见过 Jeremy， 即系 Cux
comic John Rom 嘅訪問啦。咁其實佢都話，即係老實講，你就算唔使睇佢嘅訪問，你都知道一本漫畫佢真係賺好少錢嘅啫。咁當然佢哋而家多咗嘅就係玩具嘅收入啦，咁都 OK 好啲嘅。咁但係即係。原創故仔當然是 很需要大家支持的一些內容，即係你呢，即係大家如果想快買實體書，可以買電子版。我知道應該華納有個網可以買電子版，華納有 DC 漫畫官方嘅 Comicsology 都有。煩可以上網買，因為我就比較老派少少，我中意拎住嚟睇嘅，同埋係一本好簡單，好似平啲噶嘛 ，online 買係嘛？差唔多 ，online 應該平啲，差唔多，冇乜冇乜好大。咁我拎住呢本嘢。即係有地方擺係最好啦，係同埋可以傳俾人啊嘛。嗱、即係基本上三個九毫九，你得$4啦，432咯。佢唔黑我咁怪。唔係有啲3.99，有啲2.99。如果你如果你去某一間店啦，佢話出版買嘅話咧就平啲嘅，平一折嘅其實係。哦，345特價。345係啦，345特價。佢通常即係三番書嘅，但係近排好似有啲。間唔中都會 delay 咗，唔係有時係啲飛機嗰啲問題啦，嗰啲咁樣，呢啲無可厚非咁，大致上佢都個期都準嘅咁樣，咁係咯，即係其實你講係$20嗰日嚟，咁你話 Black Label 啊，或者我而家我手頭上呢本 Year of the Villain 嘅 Joker 咧，499其實一日多$10到嘅，頂磅。系啊，吓唔系真系唔贵，同埋佢其实佢唔页数唔少，佢会厚翻啲嘅，页数唔少吓，根据页数会加翻少少价咯。系啊，但系抵睇嘅真系。大家买真系支持同乐湾两家，跌紧书嘅蚀紧钱嘅居民应该都咁都合理嘅，即系大家都好容易明白，因为香港买姊妹会落啊，同埋都只可以支持佢哋两家。系啊，同埋我其实同佢哋讲问过佢哋嘅，佢哋都话其实就算有戏上都好啦，都唔系争好多，冇多升嘅，唔系呢啲我哋讨论过嘅，我记得。希望大家有興趣的，不是，即你不用所有書都開曬的，揀一兩個你喜歡的角色你咪跟住嚟開咯。同埋咧，唔好成日都以為咧啲書好難入手啊，佢哋成日無理拉筋就第一期重新開始過噶啦。就算唔重新開始過，你或者你跟買合訂本，係咯，合訂本 story arc 都得噶嘛。即係或者好似話如果咩Zero Hour 又好啊，Hero in Crisis 又好啊，即係呢啲你睇，因為其實 Hero in Crisis 有好嘅，即係呢啲大 event 咧，你睇到你識噶嘛好多人，你識好多人話即係咦呢條粉腸邊個嚟噶？可能就會吸引到你噶，係啊，嚇呢個幾好多方法你可以 jump start 成件事咯，係嚇。好啦，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到呢度為止，今日多謝 Leo 上嚟同我哋，即係而家下次又再一齊傾下其他話題再揾你。好，今日多謝咁多位聽眾，下次再見，拜拜，死咗你啦。